你若进了这道门，便回不了头不妨先把这里翻个底儿朝天，那黑风怪赏了灵虚子一颗金丹，若是寻到此物，就算没白来一遭。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，如何是好啊。阁下一听我，你还是趁早离了。起死复生，金银财宝，黑风怪号，虽不知阁下为何来此，我此刻心急如焚。虽不知阁，我此刻心急。Thank you.
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。老僧法名广谋，若是今日死在你手，帮我带句话给师父：肉眼凡夫求而不得神仙苦，半荣半枯，几人知是长生？外物与我
的尸体又如何？小神想起来了，当年怂恿金池长老放火烧死唐僧师徒的恶僧，正是他俩。我倒是这……小神有种不好的预感，钟响之后，后山传来的怨气似乎更重了一些。算了算了，你想那么多做甚？现在山里大大小小的妖精都知道你闯进来了，干脆一鼓作气把他们收拾干净吧。小小蛇妖不过儿，蛇胆用来泡酒倒是亲热解毒的佳品。凤兮凤兮，何德之帅？往者不可见，来者犹可追。小师父，天色已晚，你来我这修身之地大开杀戒，到底是何居心呢？福祸无门，为人所招。
壁，便怪不得小生。哥要我来做个内应，这才假意听命于那熊皮，守着后山要道。忘了最好。那三口中，你可都见过？旁人念念不忘的，也是你所求的。中。自那黑风怪回来后，山里便立起了三口红钟，这不是旁人告诫，莫非那三口钟与当年的火烧禅院有关？这人不像瞎话，小猴子，你可暗自留心。阿弥陀佛，那三口红钟终于响了。徒儿们，又有外面的老爷们过来了，给我带新宝贝了。我看不见样貌，但我能闻到那股骚味儿。你回来了。
的袈裟藏起来了，快还给我！袈裟怎么得有他这一件？不，光之、光谋，
那袈裟我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你们别烧，都别烧了。星辰大王，先过了活动之门。百年了，
混迹之法，野战之无先斗。和尚，看来我这里夺取。活着不好吗？夜来寻死。此处，大王我也赐你个名号。
是，有种跟我来山顶挥挥！他这巨型散气之术，看着花里胡哨，实则不难掌握。这黑风怪学艺不精，去了趟南海也不见长进。他刚才的几番变化，遗留了不少元气在此，正好小老儿收些来用。巨型散气，无痕无迹，里面门道大。大得很，自己慢慢领悟吧。休想从我这儿过去！
那家伙曾经对我说，眼不见心。先不与你纠缠，此番不同往昔，无人与你助力，待我取走这宝贝，哪里不能重建宝刹？小圣，小圣饶命，小圣饶命，我也是被那天庭胁迫，若非身不由己，好端端的谁敢对那闹天宫的瘟神动手啊？童贯说的倒不假，姐再多的胆子他也绝技不敢自己谋害大圣，这幕后指使定然另有其人。况且这玩意儿邪乎得很，得来后根本不知如何炼化，只好高高供在上面，偶尔骗些小妖怪朝拜炼材而已。若小圣饶我这一次，我自当回到南海负荆请罪，重戴金箍，从此不再离开布陀半步。别听他掰扯，小猴子，赶紧先把大圣的遗物取回来看看。
千重水，万重山，过了黑风第一关。红钟响，狼蛇藏，烈火熊熊，双目盲。小妖打得费劲，大怪更是仓皇。如此笨拙痴蠢，如何见得真章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黄雀是谁？我看不到。蝉与螳螂，呵呵，倒是遍地乱跑。